台湾的上塔，宝台山的岗亭，莲花的万福洞，这古迹出自明代妙峰禅师手笔。妙峰禅师，这位被尊称为佛门老板的古迹，一生以建筑雄才，风发一时。伊本来只是一个过样的囡仔，为什么这么大的成就？要了解其中因缘，请看《古经传》妙峰禅师。